本期将建议个通过卖女装赚取差价副业首选项目，收入可观，项目正规，实操简单的一个项目。这个项目是通过小红书、抖音、快手等平台的图文板块引流到私域成交，靠卖女装收入过万。俗话说啊，女人跟小孩的钱是最好赚的，小孩子这个项目直接排除，而女人天性爱美啊，喜欢购物，有很强的消费这个能力，衣服更是女人的消费主力之一啊。再来看看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包括这个项目的介绍、有前期准备啊、引流方法和进货渠道，以及项目的实操都详细的讲解。如果想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是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卖女装赚取差价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课程了。